在我们来看这个 Google 的表单，好，线上表单。那么在看之前，我们请各位看一个东西，就是它的应用。好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这里呢，我有用一个，又在线上报名，线上报名的部分哈。好，你看这边，这里有一个。那因为 Google 这个哈，它不能去限制说限制人员，所以我还有稍微把它做限制一下了。我利用那个会员，我稍微把它挡一下哈。但是实际上没有，你如果知道网址是没差啦，就直接连过去而已。好，就直接连过去。那么我这边呢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填写一下哈。可以看到哈，看起来好像在这个网址里面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其实我里面是有一个 icon， 就是里面是另外的。你看这里有没有表单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哦，我们这里呢 ，Google 表单它现在已经有进化，有第16改善哈、哦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参加的身份，如果你是会员跟非会员，我可以根据这个选项，你填的内容不一样。就好像我们有那个，你如果填四就。请你走这边，填火就走这边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看哦，比如说我这边先做一个测试，好，男生还是女生？参加身份，非会员，好，继续。好，你看非会员是推荐人、会员标跟会员关系。那么我返回家，所以我今天用的是会员，有没有发现不一样？对不对？那他就照着这个你的规划就一步步填满，最后就送出。好，就送出去，这样了解那概念了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真的实做看看哦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回到我们这边来，你看建立新的项目，有没有一个叫做表单？嗯，就是要这个东西哈、哦，你把它点一下。好，首先我们的内容，我们把它弄进来，打开这个题目，把它准备好。那么你可以做一些描述，好，可以做一些描述。那我想，我现在就把画面还给老师，我们一起来做，好吧？好，你先从 Google 文件那边新增这个功能叫表单，事实上它本身也是 Excel， 也是 Excel， 等于说把 Excel 当作资料库来用。先把第一个部分做好，好，这个有，那服务学校，这个要填吗？必填，好。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，第一个问题。服务学校，那它是属于文字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要不要回答？一定要回答嘛。嗯，好，这样第一个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你可以再复制一份，或者你从下面再新增第二个。好，我点到它，比如这个我说我确定了哈，我就现在点下面这一个，好，你要编辑，点了下之后第二题，第一题在这里已经做好了，服务学校，然后第二题是什么？填写时间，好，填写时间，所以我这边。就看到填写时间，那么这里面的话，我想应该还好，就让它直接填掉，不用年月日了哈。年一定要填，好，一定要填。好，那如果不够了怎么办？你可以从这边增加，有没有？因为其实我们那种线上问卷那种类型是很多，这种我们现在要的是文字型的，等一下还会有什么？有没有这种可取方块的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增加一个，因为跟它不一样，我们要增加一个叫做可取方块。好，点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三题。那么就问到，哎，个人之专业成长，请封选。点到它。好，那么可选方啊，第一个选项就是实习教师。你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点点接接的？第二个选项。这样会了吗？会了哈、哦，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，我们一起来把第一个项目完成。啊？哦，年月日哦，那你至少分成三个栏位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麻烦。好、哦，如果说那个不是说一定必要的话，我们就稍微简化一下，应该还好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上课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你给他，你可以用让他用选的也可以。比如说我们可能办研习啦，那我可能会有怎么样，有几天的时间，也许老师看一下是第一梯次、第二梯次，
不一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用选择性的，那这样的话就是打错的机会也比较少。那么您看我们刚刚在做的这边，是不是这里有六个选项，对不对？那万一有些老师不是这个的怎么办？他就告诉你要不要一个其他。好，那所以你看网页上的这部分，你看有没有增加一个其他？所以你看这里有没有有一个其他，那你可以他还顺便帮后面又帮你把那个栏位留好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，那没有问题，这个也是必答。好，那这个完成了，你这个按完成就真的就预览了，好，就等于是先预览一下。那我们先看这里好了，下面这边是叫简简责的意见回馈。好，意见回馈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哦，现在就是要问问题的。那你要问问题的话，这里呢你可以加上所谓的等级啊，新增一个等级，这是另外一个哈。来，你看这边等级，我们现在回答的是哪一种？不是一到五吗？这就是等级。所以说第一题把它选起来，问题等级一到五，标签是选择性的，一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拿这个地板，有没有一样？它没有干干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有了，这样就一起。那请问第二题还再做一次吗？不累，叫我复制我。阿念，请你比较聪明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把题目放进来就好了。因为剩下的可以引导的啊，还有一个具体建议哈，具体建议那这个等你就要在下面再增加一个，这样没问题了哈。应该知道那个大概的意思了，那我就具体建议我先就暂时不用，我就刷这个就好了。好，这个一样好了之后再下一题，是不是又第三题了？对不对？那一样的啊，完成是你要看预览的时候才需要，当然你要设完成也可以啦，它是没有说不能按齁。好，好，最后齁，题目还不少呢齁，五题。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会比较辛苦啦，但是因为你建立过一次之后，其实对后续来讲就变得比较单纯了，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用复制的方式齁把它改掉一下。好，最后假设这样完成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像这样是就有一个基本的表单了。那么有这样表单之后，这样看起来好像丑丑的齁，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叫主题，就好像我们刚才 Word 里面那个写作平台面的主题一样，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总共大概97个，好，不算多啦，但是至少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看起来都很平凡这样子，好，所以你可以找看哪一个你比较喜欢，对不对？那喜欢的就把它选一下，比如说我希望这种好花哦，太多了一点。好，我如果要比较平实一点的，我假设我们用这个比较平实一点的，好，你选好了，你看这边有没有变的？这样样式是不是又变了？对不对？这样也好花，反正你可以自己套用了哈。好 ，OK。那么如果我套用这个好了，来，没有问题，按左上角一个套用，这样就确定了。好，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呢，等于我的表单已经没有问题喽。那这样子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，在上面这里有没有叫做查看回那个叫什么动作这边。有没有叫做编辑确认讯息？什么叫编辑确认讯息？你如果填完这个问卷交给我们吕老师的时候，也还恭喜谢谢，那个叫做编辑确认讯息，还了解了？所以你看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你如果他送出这个问卷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讲有什么事情要再注意一下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里呢也可以留意一下，就是你如果送出去之后，要不要让你的
问卷填问卷的人马上看到说现在统计情景。你如果想要让他看到目前的统计情景，比如说哎，谁填了选了一选了二选了三，不应该不是说谁啦，就是说统计的数据，比如说多少人填了，那你可以把这个勾起来，那么他在填的时候送出去就可以马上看到那个统计结果。但没问题哈、哦，好，那我就把画面还给老师，请你把基本的问卷先完成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试看看。那您在这边已经做好了，其实我们回到我们的协作平台，这个问卷调查呢，我这个就不要了哈，我先把它好建立一个新的好了哈。好，这个一样，这是一般的页面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是插入什么？也是从插入这边来。可是我不是选这个，而是选什么？选到四上表表单。哎，那你选的时候，它从这边就可以看到，有没有看到的？咚咚，就进来了，是不是进来了？那你要多宽多高，随便你，要不要显示标题都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样就 OK 咯，所以我把它储存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在协作平台里面来用。当然今天如果你不要在协作平台里面用，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没有关系咯。你看这里有没有 email， 你透过 email 它会给你一个网址，好，你从通讯录面找到它就寄出去了，里面就会包含这个表单。好，那如果不能看的，它就是会 有一个网址，你就点下去就连过来，才就连过来啊。所以其实你今天不要用在网页上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它本来就有一个页面哈。那么回到这边来，有没有进来了？可是稍显比较小一点点。你看看我们刚刚选的范本字就进来了哈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大 OK， 没有关系，来这边点到它，我们来编辑一下，因为刚刚那个页面好像太小了。好，把它内容800高度，高度留空白就好。好、哦，这个哎，高度这样还不够吗？储存有这样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可以填一填，填一填的话呢，等一下呢就送回去了哈、哦。比如说我们在这里。好，填写时间这边它就没有格式上的限制了哈、哦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强迫它。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，好，诶，这个因为你是用合取的，所以可以复选。假设你是用那个旋钮的，有没有？那就是单选。好、哦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是那个哈、哦，好 ，delay， 好，那我满意耶哈、哦。我先大概就填一下了哈、哦，基本的填。填提交完成。好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刚刚那个讯息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现在有人填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到这边来，回到这边来看什么？查看回复。其实你如果不从这边来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的文件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 Excel 的，填进去也没有帮你填进来，这是统计好的。如果你想要看那个统计图的话，在哪里？从这边，你看表单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显示回应摘要？现在单七块嘛，目前统计的情形有没有出来？实习教师有一个，这样有没有看得很清楚？这样下次就可以用了，因为等你老师填完，他的工作就做完了，准备他麻烦。好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当做线上报名也是很好用的。比如说我先调查有没有吃素啊，要不要参加啊，好、哦、之类的，那就透过这样就及时出现，那完全都不用写程式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把它们还给您喽。